明晚十点，初恋那件小事。妈，你给我煮个红鸡蛋吧，我一会儿去报名需要好运。你还真的指望吃个红鸡蛋就能见到梁又年？万一呢？学长那么优秀的人，肯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我觉得我们还是脚踏实地，好好学习。建议你考到海大再说。高三正式开始。明晚十点，初恋那件小事。